OK，我们今天有两个任务。第一个任务就是我要去 SanDisk 换一张记忆卡，因为这张记忆卡不知道为什么被我用得越来越慢，所以我要去换一张。第二个任务就是我要拿回我的 Sigma 相机，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有点入尘，我就送回去公司叫他们帮我处理。回来了，他在肚脐那边。然后他这个就是上方九分的那一种长度。你领钱领出了蟑螂？在哪里啦？转角啦。哪里哪里？阿弟和勇。哪里？我怎么都没看到上面啊！哦，这么大只哎！早上去市政府开了一个很欢乐的会议，那我现在要去一个新落成的摄影棚，然后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看这么多灯光的军火展示，那贵的不是在灯光本身，而是在怎么控制这些光线。那真的看到非常多稀有的控光设备，那种大的泡耳灯、抛物线灯，从便宜的几十万到几百万都有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摄影日常影片。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，按赞，等我频道可以看更多的摄影相关影片。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日常生活影片的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。My name is Kai Yu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